每次我出完一本书，我都说我再也不要出书了，因为这过程真的很纠结，你要想很多故事，然后国语又不好，这就是作家的人生。每次一发生什么事，你就想赶快记下来。突然间我就 like go crazy， 你知道？有没有人问过我喜欢吃水不水蜜桃？我喜欢吃硬的还是喜欢吃软的？没有人知道。他第一次戴上眼镜，我们在晚上在他床边，然后他就捧着我的脸，他就说：“妈妈，哦，你只有一个妈妈。”其实童言童语的意思是说，第一次看到我的长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晚上的看板人物 Melody。你们通常都是在一些节目或是跟时尚有关的报道上面看到我，可能是搞笑的，可能是傻大姐形象的。今天晚上就让我跟你分享我一个职业妇女是怎么认真生活的。时尚妈咪不好当哦，一起欢迎 Melody。 谢谢。我们俩都慢慢来，鞋跟都很高。欢迎你来。谢谢谢谢，欢迎欢迎，谢谢，很开心。Melody 是，其实我还记得一开始还蛮多人叫你音乐，但现在大家都叫你 Melody 了。对，大家都叫我 Melody， 音乐是艺名啦，小燕姐取的艺名，我也蛮喜欢的。可是 somehow 大家都是很好记，好，但她的本名非常男性化哦，刘恭显，恭敬的恭，明显的显。然后这是我父母算笔画取的，然后我们家很妙，是一个弟弟，然后我们三个女生的名字都非常男性化，唯独弟弟的名字是刘公兰，兰花的兰，哦，这很妙，对呀，这很妙。我们来今天很高兴邀到 Melody 来，恭喜你八刷了，谢谢谢谢，你看过了吗？谢谢，第八刷。我很喜欢，我看了以后觉得，我马上就问说 ，Melody， 这是真的是你自己的生命分享跟故事吗？是，我觉得有很多点很有共鸣。这谁说一百分的你才是最好的自己，是我第五本书。那从一开始我的作家人生啦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一个 ABC 会写到第五本书，然后我就每一本我都给自己一些目标，然后后来小迷糊闯江湖是在讲一些职场上面的故事，那这一本我觉得还蛮完整的，因为它还蛮就是结合了前面四本这样子。他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出，我就想出这本书？因为哈，我觉得很有共鸣点的是，你有提到人在一个多重的人生关系里面，跟先生、跟孩子、跟你的朋友、跟你职场上必须互动的人，会有很多真实的矛盾跟纠结，然后问题不一定会因为想通了而解决，但是怎么样 move on？ 其实我今年40岁了嘛，每两年我的编辑就会开始打电话给我，然后说，哎，是不是我们要出下一本书了？因为每一次我出完一本书，我都说我再也不要出书了，因为这过程真的很纠结，你要想很多故事，然后国语又不好，我每天在电脑面前校稿，或是在写稿，或是在想的时候，我都说 ，Gosh， 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？那你旁边有没有人跟你说？加油哦，没有，就是你如果自己要出，没有，要自己要当自己的引擎。我先生会说，你为什么要做一些这么辛苦的事情啊？你自己觉得很痛苦，你为什么要做？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 writer， 每一个作家，他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。两年前我回娘家，我娘家在 LA，那个暑假正好都是我奶奶在家里，然后他就开始，你知道老人家就很喜欢讲他以前的宝宝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奶奶20岁的时候就开始讲20岁、30岁、40岁，然后他一生的故事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。虽然这些故事我听了已经百万遍了啊，哦，所以不是第一次听，不是，他很喜欢讲啊。可是我觉得，因为现在的我听起来，我的共鸣和我的这种感动会不一样。我觉得，因为 sweet， 身为一个女人，我说我要出一个关于女人的故事。女人其实韧性还有生命力是非常庞大的，这个力量是当初你自己20岁你还单身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知道它存在的。你慢慢的会发现说，其实你还蛮棒的。那后来我就在想说，现在的女人真的，我们给自己很大的压力，就像刚刚念华姐讲的，现在的女人我们多重身份，我们是女儿，我们是媳妇，我们可能是在工作上面是主管或是员工，我们是妈妈，我们是太太，我们是闺蜜，我们是密友。我觉得在这个多重身份之下，我们要找到自己，
要做一个舒服自在的自己是不容易的。感觉你是一个责任感超强的人，所以你很希望在每一方面能够给到最多，你才会说如果没有100分也行哈、你这个责任感跟你从小就是大姐有关系吗？我是我们家的大姐，那因为那时候我是在美国生长的，但是我父母他们其实是就是第一代移民、对那个年代的第一代移民来说，他们受的教育是很传统的、一下到了美国他们认真的工作非常忙碌，但是面对我们这些孩子又是受美国教育的孩子，美国教育就是教我们说你有什么想法你就表达，Speak your mind, speak your mind. 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 ,speak your mind 可能是顶嘴，是就是这个反差。所以他又特别希望你们 be good。乖。那你大姐就是你有感觉到说你必须要做后面三个的榜样。Yes, 我觉得我要做的榜样是我要争取。就是我要争取我们的权益，因为爸爸妈妈永远都是你为什么要出去，你不应该要出去，18岁以后才可以出去，18岁之前不能有朋友啊。然后为什么要去舞会？你们是不是要学坏？你为什么要讲这个话？你是不是在顶嘴 ？Yeah， 所以前面都是我在冲，然后后面他们就很轻松。所以 Melody 这算一种早熟。比如说周末跟朋友去逛街啊，或是去看电影，我妈都不让我一个人去看电影，他就一定要把我两个妹妹拖着，然后我的朋友就问我说为什么你妈妈要跟着我们，然后我看电影在我三排的后面又是我妈妈带了两个妹妹这样子，我就觉得Mom 你有必要要这样子。可是当然我现在可以了解 我父母那个时候他怕失去这个孩子，或是他怕我走歪掉，他怕你们变坏，然后那个 comfort zone 其实是非常小，所以你是这样子走过来成长，你好像每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替你们全家三个人，吴先生呵呵、还有两，就是你会替他们三个人全部要都想到。那水蜜桃这个故事呢，那时候发生的时候我说我一定要赶快记下来，这就是作家的人生，每次一发生什么事你就想赶快记下来。那你心里很有感觉吗？当然，因为我每一个周一是我到卖场的买菜日，然后我都是早上去拼，因为下午就人太多了，我早上去拼回来干嘛，然后因为他们都很喜欢吃水蜜桃，我就看到哇一大箱好美的水蜜桃，我要小心翼翼地把它搬回家。然后那个吴先生晚上看到水蜜桃就说哦不要忘了要放冰箱，我不喜欢吃太软的水蜜桃，我要吃硬的水蜜桃。然后我就想说、好，可是因为那天已经冰箱塞满了菜啊肉啊什么，你还要一个礼拜一嘛，对、然后我还要再找空间，然后想说哦现在太晚了，我明天再来做这件事情。因为水蜜桃你知道一个一个还要包好，然后到半夜我起来用洗手间的时候，我又想到说他又讲说他喜欢吃硬的水蜜桃，可是我又来不及放，没关系，那我先去再翻一个面，可能明天早上就很容易就熟了，过熟。然后我就翻面，然后第二天我就还是他回来的时候还是没有空，我就放了两颗比较软的在冰箱里，然后呢他就吃了，他说哎你看我就跟你讲放你一定要赶快放冰箱啊，因为水蜜桃很容易就熟了 blah blah blah、他是好意，他也不是恶意，他上班一天也辛苦，他只在跟我表达哎你怎么没有放冰箱里什么什么，然后他就一直开始念，然后他说你看都这好几天了，然后想说哎我没这么糊涂吧，今天才礼拜二，昨天礼拜一这件事才一天，然后后来想一想哎他每天坐在家里回来只是这样子念，那你这么喜欢吃硬的水蜜桃，你把它自己放冰箱里嘛，对，冰箱又不是我一个人的，你也可以放。然后他当然他就是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，然后突然间我就like go crazy 你知道，然后就不知道哪一个神经就爆掉了，然后我就说 you know 你喜欢吃硬的，小孩没有牙齿现在在换牙，他们喜欢吃软的，有没有人问过我喜欢吃什么水蜜桃，我喜欢吃什么水蜜桃，我喜欢吃硬的还是喜欢吃软的，没有人知道，可是我都知道你喜欢吃，我说我累不累，我说你可不可以帮忙这样子。但其实那种心里的这种也不是说委屈，但是我觉得不是，就是我也需要被 take care。 Yes， 就是我们也需要被呵护到。几张不看镜头？
杂志拍摄现场 ，Melody 一身无袖洋装，时尚照片幕后是17、18度下雨天。可以来，出秀。好，来来。好像变小了一点。工作团队舍不得让他淋雨受冻，他却主动要求抢在雨变大之前赶紧拍摄。因为我的团队很快，所以我想说就赶快让大家也可以早一点收工，所以不要等，因为这个雨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，等一下可能还会下更大。团队协力加上拼命三娘的干劲，才堆叠出一般人印象里好像总是轻松从容的 Melody。 这样的她回到家里一样很拼，一早带着采访团队来到他最熟悉的东门市场，穿梭传统市场小巷弄，他自信带路。超过9点来就已经，你看没有东西了。大家都认为我是贵妇，其实我是膝盖不离地的贵妇，因为家里有小，然后有老公，还有一只小狗。脑里刻着家里每个人爱吃什么，因为这一切都靠他一个人兼顾。Melody 家煮饭的就是白天结案团团转的他。我要蛤蜊，大的蛤蜊，最大的是吧？对。要在哪一摊买什么食材，他心里早有一套盘算，做每一件事都要快有效率，这是 Melody 过着八爪人生的关键。然而他并不是个固执的主妇。那个肉是比较特殊的，这没有常常有哎。真的啊，那赶快买，一听到限量就要赶快买，不管是在精品界还是菜市场界，限量就是赶快买。他采纳陌生婆婆妈妈的建议，立刻微调计划。食材丰富多变的市场，就像个让 Melody 在紧凑生活、随机应变的练习场。每星期至少要报到一次。给我一碗那个米粉汤，然后我要那个，你知道啊？你知道我要什么？因为以前我早上要做节目，我就会早上先来东门买菜，吃早餐再去飞碟。可即使现在我还是这样子，习惯了。我一直都觉得女人、女孩子的价值还有幸福是建立在自己的努力上。买菜买到有定番行程，柠檬我也要，我要三个。喜欢事前做好规划安排的 Melody， 当然不止现场随性采购，要确保想要的菜全能买到，她会提早一天线上订菜。茄子、绿花。因为如果我不是8点钟到，他菜很容易就卖光，所以我都会先订，他就会先包好，让我去就可以拿。时间精打细算，因为买完菜，他像全天下职业妇女一样得赶去上班。改天再买，拜拜拜拜拜拜。他喜欢把行程塞满满，不到2小时的书画时间，要一边对稿讨论工作、对行程。Melody 和经纪人的合作默契，总要让每分钟极大化，做最多事情。刚刚在买猪肉，然后现在在演贵妇这样，所以啊，可是还好，我觉得这样子的工作的节奏，我觉得是很棒的，就是一天可以做很多事情。我们都是快很准团队。做什么事都要求自己100%全心投入。Melody 是家里老大，从小就知道爸妈忙事业，她得把自己管理好，当弟妹榜样，让双亲放心。现在的女生啊，不需要不一样的选择。她会把她自己学校的功课的课业整理得很好的人，你根本都不用操心，你也不用去盯她做功课。老师的那个记事本上要做些什么，她一定会全部给你做完。荧光幕前幕后 ，Melody 一样爱分享。像是超过16年的好姐妹林心如说：“从怀孕到生子，这位万事通事事都比她还急。”刚好遇到那个幼稚园的校长在那边吃饭，他马上拉我去介绍认识。然后因为那幼稚园都是要排队的嘛，然后就赶快就先递资料，而且递资料还不是递我的资料，是他递他的资料，他比我还要紧张。他说：“你这样都不弄，你之后会来不及的啦 ，Ruby， 你相信我，什么什么的。”他的而朋友就爱这位摩羯女擅长规划，更会按部就班、彻底执行的这股狠劲。Melody， 她是我心中的一盏明灯。有的时候我会不知道如何下决定啊，然后因为她是又是控制狂，然后又是你知道目标准确的人，所以我可能要下一些决定的时候，比如是工作、感情各方面都好，我都去问她。
当年那位 UCLA 毕业，毅然踏进演艺圈的长发甜美女孩，半信半疑地守着公司给的抒情玉女歌手形象，直到28岁结婚怀孕生子，让她认识了脆弱的自己，不再只想做别人眼中的100分。8年来写了5本书，对我来讲也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作品集。那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分享，说如果我的故事可以给大家一些希望，我一定要分享。因为那时候我是真的，我书里有写，是完全就是被医生说我不可能受孕，不管用什么方法。Olivia, get your book out. I want to be. 洗过手了没有？妹妹，要不要去洗手？从一开始的唱歌、演戏到主持、出书 ，Melody 一步一步达成自己的必作清单。现在人生来到不惑之年，她试着改变步调，第一件必作尽可能天天陪家人吃晚餐。通常是妈妈决定，她比较在乎，对吃的比较严谨，尤其是小孩要吃什么。看 Melody 一家吃饭，她的布菜永远把自己放在最后，很快帮大家叫了一桌均匀菜色，有蔬菜、牛排、主食、意大利面，自己就吃沙拉配一点肉。很难想象她一个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处理很多的事情，所以她做事雷厉风行，快很准，真的，她头脑非常的快，我都跟不上。那我觉得吴先生他很聪明的是，他这十几年来，他把我训练成这样子，其实就是当他最好的右手，让他没有什么后顾之忧，然后他就可以轻松的看电视。小孩讲的话是最诚实的。我也训练妈妈吗？真的吗？40岁的 Melody 体会到，就算不使尽全力，不做 Wonder Woman， 接受生活里那一点意料之外，有时反而会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现在的她试着对自己放松一点点，在人生中慢慢学着体会那刚刚好的幸福。这就是 Melody 的日常。满真的，我看到这么大的板子，我才发现这么满，你才知道你对你自己多不好。制作单位好用心哦，他要把这个送给吴先生，对，我要把它送给他，希望他记住。开每天开门就看到他太太是这样子的，Live for the family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最好奇的是，观众朋友会说起床做早餐哦，但是我们来看看是几点哦，每天哈。5点半，哎，我开会的时候我记得是6:05起床，真假的啊？5点半我大概就会醒来，因为他是4点去公园做运动，没有5点半，我是那个过80岁的人生这样，不是，我是因为他们校车大概6:40就来了，所以我要稍微把他们先弄醒啊，然后还要准备啊，然后小朋友就是会拖拖拉拉，是是是，什么要绑头发，不要穿这个，不要穿那个，所以会给自己多一点时间，就是。自然醒就是这个，大概已经超出我们海内外观众朋友你日常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哦，起床做早餐，所以你不是给他们零钱，就是说他们可以去学校买，或者是没有，我错，因为女生你知道，念华姐，我们就很害怕吃到什么 hormone 啊，什么塑化剂啊，所以是美而美跟 Seven 全家的赚不到他们家早餐钱吗？来看一下他的早餐。鸡汤面，这鸡汤面不是现做，可是昨天剩下来的汤，然后早上就煮一点面丢下去。对，可是你这5天，因为我说一定要真实的，我拜托我们那个制作团队，所以这个是我发誓，就是说每一天， yes. 这就是我们这个礼拜，你为什么要都不一样？哦，我以为你每天就是烤吐司跟那个花生酱，然后。Sometimes 有的时候会这样，今天早上就是吃烤吐司跟花生酱跟煎蛋。可是因为他们会要求，他们说明天早上我想吃什么，我们每前一天晚上我们都会有共识，明天早上要吃什么。因为时间不多，我又希望他们可以吃的营养一点，所以我不要到时候早上他们又在那边抱怨说我不要吃这个，不要吃那个，那我又要不高兴。对，可是我觉得你真的是太了不起了。然后接下来我要看一下晚餐好了，
晚餐总可以吃一吃前天的剩菜啦，或是煮一大锅。嗯，哦不，这里并没有出现一大锅。好啦，你这个自己再讲一下。因为晚餐呢，其实我们吃的蛮清淡的。嗯，那所以我们就比如说青菜就烫一烫啊，或者像凉拌茄子啊、香干肉丝、红烧肉，你还是会希望在晚餐里面你有一个变化的这个东西出来。吴先生他没有办法每天晚上吃淡而无味的，为了这个我还去学烹饪课，因为他那时候就讲说，哦，家里的菜都好清淡哦。我说清淡是为了你身体健康，他说可是除了烫的跟煮的还有没有别的。你小心他有天也会出一本书，在他上过这个节目又累积了第五本书之后，他发现、yes.He got something to say. 你会发现他也出了一本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他这个马不停蹄的一天，嗯，累积成他马不停蹄的人生。我啊，这样很充实啊，这就是职业妇女的人生啊。因为我常说我是三点半的灰姑娘。三点半，我找一下。这边了，对，就差不多三点半的灰姑娘、嗯、因为我都喜欢叫我经纪人工作都排得越早越好，因为这样子我三点半我回家可以陪小孩功课啊什么的，我还是喜欢在家里，就没有必要的话。所以其实每一天你都是兼顾的，尽可能，除非有很好的工作，那我就外景，对，外景、嗯、或是有什么活动，要不然我都选择在家里晚上。对，比方说我们看这一天礼拜三，嗯，好，我有运动因为我觉得女人运动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要维持一个体态健康、啊、然后健康、嗯、然后的体力，然后就是艺人嘛，对，移动车程这边赶快挤进一个银行办事，对，银行办事，移动车程，对，书画对流程用餐，平面拍摄，对，平面拍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，那 Melody 帮我撕那边的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点半的妈妈、嗯、三点半的妈妈有什么样的课程。然后这边你看每一天他都有，我觉得这个观众就很有感了。如果你跟他一样有两个在小学以下的孩子，看功课，盯恋情，对，看盯，对，看跟盯是很重要的步骤。因为我不是虎妈，很多人都说啊你是虎妈，但是我深深的相信，我们希望小孩在一个，我觉得你还是要给他们一些原则跟规范，一个范围，一个范围，嗯、要不然的话，每一个小孩当然会说，那我每天吃糖果，每天不要做功课啊，right？ 但有些事情可能，没有办法准备到那么百分百，你会让自己稍微 loose 一点，对，因为你说你自己是，你书里面自己形容自己是那个 drama， 还没有到 drama queen 嘛，对。意思要我们要中文要怎么翻译呢？对很多事情，我内心有很多反应比较剧烈一点。我内心有很多内心的小戏，嗯、那这个也有 drama 还是有。但是如果做不到，那也就算了。我现在是到了这个阶段 ，it's okay， 算了 ，it's fine， 这样就好了。嗯、在我三十的那段时间，是什么都要做到很满。比如说你现在看我运动一个礼拜只有一次了，我以前是一个礼拜。三次哎，所以如果说没有三次，你就会觉得非常的不够。来、like ，我的手变松啦，然后肚子不够紧啊，然后哦这样子的话，我的体力不好啊。我现在就放过自己了，现在身上永远有那一两公斤，跟十年比起来是存在的。那 it's okay， 没关系。你先生，你过得这么紧凑，然后自我要求这么高的生活，日常的生活，你有没有感觉你先生会不会？就算你觉得他是一个雷达再弱的人，他会有时候会分享到这样的一个压力。有，他都会，他其实他给我很多的认同。我如果是 drama queen， 我常常反应过大，他常常反应是过低，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正好是一个互补。那就像我父母讲的，我觉得夫妻都是配好的，因为我这样子，他才能够这样子。他比如说周末有的时候，他就会早上很早，他就会帮我送小朋友去他们想去的地方，朋友家还是什么，他们要去游泳课什么的，他就会说：“哎，嘘，让妈妈多睡一点。”我是他也会给我关心。很多人家庭你常常听到，好了，这一段有平衡了，right？ It's too much water.今天的是不是今天的是 ？Oh my god！ 你怎么会打这么多水呀、啊？我不晓得。哦，这事不应该多水，我们不要来讲一点哈，怕你们发疯。刘爸刘妈难得从美国回台湾，和 Melody 一起动手做顿家常午餐。二十多年没在台湾做菜的妈妈，拌饺子馅没料到两地食材大不同，全部都是水。汤包，这已经是汤包了。那我们就迁就一下吧。对，你就不要再念了。这位女儿的碎碎念一念一个多小时，你可以看成就像 Melody 自己说的，有点控制狂发作。但念不停的背后，其实带着一股很难发现的撒娇味，是 Melody 知道爸妈爱她，让她为她孩子着想。
每一天都换不同的口味。他们小的时候我没有说好像每天早上起来，他有的时候讲哦要求啊各方面高，我也没话讲，因为他自己做到了。这个香菇不对我知道，但是我们就用这个。把饺子交给妈妈处理，她抓紧时间张罗下一道菜，却发现临时买到的香菇不对。现在的她学着接受，我现在就是最多念几句，以前我可能还会有一点不高兴，控制狂总是需要慢慢的学会减少一点控制欲。想让孩子记忆里有家的口味，他甘心拜师学厨艺，他愿意天天耐着性子花功夫做菜。哦，很 beautiful， 也有一点，可是水 again， 今天的败笔就是水，可是可能很好看啊。就像这天，香菇、竹笋、豆干，把所有料切成丁，连青菜都切得小小块。妈妈最怕就是食安问题。那你们家小朋友会可以吃青菜？要用方法，用这种方法他就可以吃我们茼蒿啊。从小喜欢脚踏实地做好安排的 Melody， 人生第一件自己没办法控制的事近在求子。整整五年看遍名医，用尽一切方法，双亲的心紧紧跟着揪在半空。有一天早上他叫他妈妈说，妈，这个验孕棒是两条线。我躺在床上我都不敢翻身，我怕我一翻身这个好消息又没有了。或许正因为这样，在女明星还不流行张扬为人母的时期， Melody 大喇喇把这字眼写进书里，冠上粉丝团名称。我那个时候脖子不能动，我差一点崩溃，但是我有个营养师，他说你就试着回家当妃子，不要动，你看他动不动。其实我脖子大概七天就好，可是我就延到十四天不能动。主持每周一次的直播节目， Melody 大方分享夫妻斗智趣事。在此前结婚十几年，她没试过当妃子享乐，总是卯足全力张罗王国里一切大小事。她说：“哦，我不好想，不行，我都听着戏。”我说：“不可能，因为二十四小时里面，你不可能没有一次是用好，除非你都懂。”教养女儿，她愿扮黑脸，更坚持给孩子最可贵的陪伴。下节目只看他三分钟换好衣服。三点半的人生真的是非常忙碌。从这边走吗？我觉得这个是自己的一个坚持，跟给小孩子的一个算是承诺嘛。我觉得不只是小孩，其实妈妈自己对妈妈而言也是一种幸福。只要时间许可，他一定亲自接送孩子学才艺，他在旁边陪。女儿每天得练钢琴，他亲自盯着。通常在练习的时候就是这么痛苦，就是要一个音符一个音符，让他整个练起来是要花一段时间的。Melody 最在乎的不是孩子在台上光鲜亮丽的那几分钟，而是练习过程里的鸭子划水，克服每一秒困难的坚持。他就会一边掉眼泪，那个时候他就说：“妈妈，我不要弹了，我觉得好辛苦啊。”我说：“你就是 try your best， 但是我们一定要持之以恒。”我说：“今天你上去考，或是你去比赛，可以。”没有名次，但是这个过程我们要自己知道，我们有练习，我们有进步，这样就够了。这是谁的书包？我的。这你的、啊？在这边 ，right here。上完钢琴课的小空档，母女三人就在教室一角开工写作业。他喜欢把自己排得很满，相对的，他把他的小孩也排得很满。可是我觉得他是很乐在其中的啦。他先去做了之后。等他以后长大了，再选择他到底想要什么。Melody 其实看不懂 burp 吗？孩子的教材还不时蹦出几个做妈的看不太懂的国字，但他不选择轻松的跳过，而是在一堆无法中，总能找到自己使得上力的小小缝隙。妹妹，你这个字，这个是什么字？这太乱了。铅笔要用力按。吵架还是吵架？吵架，吵架有没有选择？他的叨念想要孩子养成好习惯，认真做好本分事，更要姿势坐挺，头抬高，顾好视力健康。好，你慢慢写，你国字要写清楚哦。头抬高 ，Olivia， 头抬高 ，Olivia， 头抬高，姐姐，
姐姐头太高，妹妹，妹妹头太高。这位总想把行程表塞好塞满的女明星，原来为的就是在热爱的工作外挤出时间陪伴家人、女儿。放下自己习惯的快步调 ，Melody 愿意慢下来，耐心等女儿一步一步前进。有松有紧，有快有慢的每一天，交织出一种最 Melody 的平衡，还有她最珍贵美好的真实小日子。每一个小日子串起的就是人生。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这么紧凑的这个时间表，它需要很大的控制力，控制狂。所以花花说我是控制狂啊，我喜欢掌控每一个细节。其实我是，所以我那个我有一本书里我说我自己是 Gone Girl， 因为我就是控制狂。然后这个东西一不在我的掌控内，我就会 you know 有 drama 这样子。所以某一部分就很强的不安全感，对不对？对，某一部分我喜欢控制我能够控制的，但是现在到了这本书，我就是放，我真的有放松许多，因为我发现很多事情是不如你预期的。我们看到两个可爱的孩子，然后还有就是妹妹的，对不对？三岁之后你发现她非常重度的这个天生的这个近视，就是说，因为你的反应，三岁的孩子，对他可能不用这边去理解，但他的心会感知，所以你要怎么样面对这个天大的变数，然后让你自己知道，哎，要缓和下来去。三岁，三岁那时候发现他重度近视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跟永贤，我们有个外景节目，那个时候叫《妈妈咪呀》，我们在南部出外景。后来我先生就打给我说，我现在在专科这里，好像做了很多检查，是真的重度近视。那他就我们就是要治疗，那他可能就是要戴眼镜。我就是崩溃大哭，然后我就想说。你很在工作以前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那时候在外景，然后我们要演很欢乐啊什么的，然后那个制作人一想说来来来 rolling rolling， 我就擦擦眼泪，然后我继续啊录外景，然后我就心里很担心，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？因为那时候我还想应该是误判还是怎么样？你会自责吧？自责有，你就会想说他又没有早产。然后怎么会这样子？那我也没有给他看手机电脑，那是不是我生太近？我是不是我那时候因为差一岁半，因为姐姐八个月我就怀孕了嘛。然后我想说是不是我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？反正你就会自责很多，然后就想说是不是我营养没有补充好，还是那时候在怀妹妹的时候，姐姐那时候才一岁多，常常在闹什么的，还是怎么样？反正就是你要有一个理由告诉你说为什么是这样，然后、就是、马上就要得到一个答案。对，然后这个过程是一定会有的。我大概有经历三个月的低潮，就觉得说。这样子以后他怎么办？因为他还没有开始上学，那上学之后一定会增加近视，我们都有近视啊。然后那现在都已经重度，就是那个重度近视是几百度，就是已经到几百度了。然后我们每三个月要复诊一次，每三个月要换一副眼镜，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到他现在已经七岁了。可是我觉得对他的人生来讲，他的个性改变了很多。我记得他在三岁之前，那时候我们都很担心他。他那时候刚开始上幼幼班，老师打给我说：“妈咪，你们家妹妹都不进教室，都坐在门口。”然后我们怎么哄怎么带他都不进来，然后已经持续一个多礼拜了，是不是他不喜欢上学？然后那时候我跟我先生就很担心说，这小孩的个性这么的害羞，这么的 reserve， 就对，这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后来发现说，哦，是因为他看不见。那他后来开始治疗了以后，他就变得很开朗。然后他现在虽然还是害羞，但是我真的要感谢主，我们是很早就发现了。因为三岁到七岁这四年，我们如果都没有发现，那他的个性可能现在就不是现在这样子。我爷爷是个空军，完全就是一个千金小姐爱上一个穷小子的一个故事。他就说我要去看你爷爷，我说好。那天在下雨嘛，这样子整理，然后把花放上去，突然间从包包里拿出一块报纸铺在地上，他就跪下来磕了三个头。所以他后来戴上眼镜就第一次走向你，他说了什么？哦，God，
他第一次戴上眼镜，我们在晚上在他床边，然后他就捧着我的脸，他就说：“妈妈，哦，你只有一个妈妈。”其实童言童语的意思是说，当我们看得很不清楚的时候，其实看什么都是模糊的，都好像是叠在一起的。感觉那天晚上他捧着我的脸，是第一次看到我的长相，那感觉是。其实有很多事情，我觉得身为父母，我们很想帮小孩去挡，或是帮小孩处理，但是透过这些过程，我们会发现说，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挫折或是挑战要克服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要做。是，然后在你对孩子的爱里面，你这一个重量是希望他健康平安，这个重量就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，我都会跟我自己讲，也跟我先生讲，我说没关系，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 maybe 我们早一点戴隐形眼镜或是怎么样，反正就是一步一步应该要做的还是要做。祝福他。对，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的来源是在家族里面，你的奶奶。好，我们先很简单的让观众知道，奶奶第一次结婚之后，多久先生就去世了？我奶奶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女人，她18岁认识我爷爷刘少良，书里面有写，我爷爷是个空军，然后我奶奶是上海的千金小姐，然后她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千金小姐爱上一个穷小子的一个故事，然后为了爱，她抛弃她在上海的娘家，她抛弃她在上海就是可能她父母在帮她筹备的一些对象什么，她就是爱上了我爷爷，也就单身的跟我爷爷来到台湾，然后在眷村里面生活。但是故事并不是就一直走到现在哦，没有，我们一起看照片，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他是21岁那个时候，就是我爸爸那时候才3岁，然后他我叔叔那时候还是抱在怀里的那个婴儿，我爷爷的飞机就坠落了，然后他就等于就是守寡，这样子，然后他那时候就一个女人完全没有做过事，然后也没有吃过什么苦，就要一个人想办法怎么把这两个儿子孩子带大，就真的是展开了他这一生的旅程。这是最近的奶奶吗？ 对，前两个月。现在高寿多少？90。你说你认识唐奶奶多久了？70年了，真了不起，不得了了，你们感情那么好，他那在做什么？做油饼还是葱油饼？葱油饼。那后来他就一个人到了美国去，对，到了美国。其实他一生的故事非常的丰富，所以那时候我是真的是被他的整个过程就感动了。奶奶对你的劝告里面有哪些是他经常会提醒你这个孙女要记得？要记得。他常常讲说：“宝宝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女人啊，不要太好强。”不要什么都会做，你什么都会做，那男人要做什么呢？对，他讲跟我讲，你就装傻，装傻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说，哦，好好好。他大概觉得我装的还不够傻。我说我不是装傻，我是真傻。然后他就是会常常讲一些男人与女人夫妻的相处之道。我记得有一次奶奶来台湾，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觉得。她真的是代表一个女人一生有多不容易。她那时候跟我讲说，哦，我要去给你爷爷上坟，因为我爷爷他是空军嘛，有个空军公墓，对，公公墓一个墓园。她就说我要去看你爷爷，我说好。然后我记得她那天很早，她说我要买花，我说哦好，我说那现在没有花店呐，那我们只好去菜市场旁边有那种花店，我就买了一束花，然后我就要拿钱出来付，她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自己付钱。好了，我们到了墓园，他就说：“你不要跟上来，我要自己去。”80几岁那时候，对呀，80几。我说要走个很陡的楼梯，我要带你上去。他说：“那好吧，你把我带到上面去，你就在那边等我，你不要跟过来哦。”然后我就看到他站在我爷爷的坟那里，然后就讲了很多话，停留很久，然后就这么久，对，然后就蹲下来，稍微就是整理一些叶子。那天在下雨嘛，这样子整理。然后把花放上去，突然间从他包包里拿出了一块报纸铺在地上，他就跪下来磕了三个头。哇，你知道那个
那个画面是让我非常感动的，因为其实他们才认识三年，就在一起就这么几年，但是在他的心中，现在都快那时候快90岁了，他永远忘不了刘少良对他的这种回忆，他付出的是一生。然后我就上车之后我说，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坚持，什么都要自己买，什么都要自己付？他说因为我很少在他的忌日看他，他今天正好那一天是他忌日，所以你看他那个时候那个年龄，他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些坚持。然后他每一次讲到我爷爷，他还是泪流满面。他也很幸福，到现在身边还有一个你，就是你回忆往事，回顾人生，也要有一个对象。对，有对象就比较多甜蜜，没有对象就比较多惆怅。我觉得你可能也有血液里面也有这个 DNA， 因为你自己也是22岁就提个皮箱就。就来了，然后一直一路走到今天。22岁的你跟现在这个人生状态的你，觉得你自己在内在性格里面没有变的是什么？就是面对任何你不知道的事情。我没有变的就是我还是抱有一个想要挑战的心，就是即使这个事情不是我熟悉的或是我不会的，例如录外景节目，我是一个很不外景的人，但是我还是会去做，因为我觉得透过这种不熟悉或是没有安全感的环境当中，这种挑战你才能够真正的学习，然后真正的进步。所以你好特别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告诉我们说，哦，在很多如果没有办法控制完美的时候，你会很抓马。是，就是矛盾，因为摩羯女就是矛盾，摩羯座其实是非常矛盾的，你知道，就 drama 这个事情，其实我现在因为你知道比较成熟了，我比较好一些，但是回想我真的觉得吴先生很辛苦，因为 drama queen 真的是我，就是刚结婚的时候会有很多摩擦。我记得有一次为了一个充电器，就是因为我跟他讲说，你这个充手机的那个充电器不要放在床头旁边，因为小孩睡觉那个辐射，就是妈妈都会为了很多事情担心。你要去叫他随手插别的地方就好了。对，但是我有一天我就 go crazy 了，然后我就会说，是看到为什么你女儿睡着吗？对，我女儿睡着，我就觉得说，你不要老是把那个充电器放在小孩的头旁边。我跟你讲了几次，你都不尊重我。后来我就把那个插头整个拆掉，然后就往窗外这样，当时一丢，我们家那时候是面对山嘛，所以不会打到人，但是我这样丢，然后他就这样，哎。那是原厂的插座，你知道，男人跟女人想的就完全不一样。我只 care 我小孩有没有弄到辐射，你只 care 那是原厂的插座，就是很多这种 crazy 的事情。我在事业上面，我还是会有很多梦想。我这几年透过这些分享，我觉得最重要，我觉得人就是在珍惜每一天，因为我们可以有很多目标，但是我们不晓得明天会带给我们什么，所以今天在就已经是很 lucky。那也透过写书，你喜欢写书，它是不是也是一个重新整理你自己？然后在这些事里面，你看到音乐，看到刘公写的一个过程。是，我觉得我写书其实当然因为我有分享病，我很喜欢分享。我知道有很多艺人不会喜欢去写他的弱点啊，或是他的一些挫折啊，或是分享太多，但是我很喜欢，因为我觉得透过这个过程我可以更认识我自己，然后也是可以让自己进步。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反省然后探索，你就可以发现不一样的成长，还有一些将来你想做的事情，这样，所以我们可以期待。我觉得 Melody 会继续写下去。然后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你在里面提醒给大家的叮咛哦，在书里面他说，包容他人的选择才是真善意。包容他人的选择，就是不以自己的对，然后试图一直去纠正而帮助别人。其实英文有一句话叫 unsolicited advice。有的时候人家跟你分享他的问题，他只是需要一个聆听者，他并不是需要你告诉他，哦，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如果是你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其实
对一个正好在受挫折的一个人的心中，这会造成他很大的压力，可能他更自我否定了，说为什么我都做不到。我们如果要当一个那种否定者是很简单的，哦，我坐在这边好像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，他其实人家他需要的，他面临的是可能是很彷徨，你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挫折。所以像我就会选择就是聆听，然后我就会跟我朋友讲，我说你需要什么你尽管跟我说，我能帮你的我一定会尽量帮你，我就不会再去讲说什么，哦，对呀，那个烂人什么，你应该要跟他怎么样怎么样分开，或者你应该，我从来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评语对人家是一种伤害，我觉得这个我们要时常提醒自己。现在还有什么事情在你心里面其实你很希望在这个世上Melody 拿到的是满分，但现在没有，然后你发现以后也蛮难的，然后你正在学习操练，在这件事上还是比较否定。其实我觉得女人，尤其你有了家庭，你也想兼顾事业的时候，这往往会是一个拉扯，你永远在 juggle， right？ 我们永远就是好像在找一个最舒适的平衡点。我在事业上面，我还是会有很多梦想啊，比如说，我希望有一天如果有机会，我还是可以参与一个很棒的戏剧作品。那当然，我也知道，可能我的时间或者现在的阶段，我没有办法这么投入这一类的作品，所以我可能就不会去强求。但是我还是有很多希望。我这几年透过这些分享，跟透过工作，透过生活，透过家庭亲子遇到的一些状况，然后得来的一些幸福，我觉得最重要，我觉得人就是在珍惜每一天。因为我们可以有很多目标，但是我们不晓得明天会带给我们什么，所以今天在就已经是很 lucky， 所以我们要感恩，然后要惜福今天，然后要享受过程。我觉得常常我们在追一个目标的时候，我们都去忽略了过程教我们的学习，我们只在乎我们有没有得到我们要的那个结果，但其实结果不一定是最重要的，大家在一起的这段时间其实是最美的。今天非常谢谢，谢谢，谢谢 Melody， 谢谢你跟我们，把书里面你很多生命的心情跟我们做了这么多细致又生动的分享。祝福你，谢谢两个宝宝，哎，还有我觉得总会有一天要出书来平衡的吴先生，谢谢，我们大家都很想问候他。谢谢丽华姐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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